那么第六点，大圣佛法世尊教你的高明到极处，迷惑极重的人，如果你能够相信佛陀的教诲，都能够转过来。啊，你看我们看胡小林，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，啊，也是要交际应酬、喝酒啊，喝者醉醺醺的啊，啊，差一点都得到忧郁症了、啊。 都快变成忧郁症了。后来接触到大圣佛法，接触到佛陀的教诲，接触到净空老法师，他转过来了。老法师说，他现在深入大圣极深的有误处了。这是什么？迷惑到极深的人，他如果能相信佛陀的教诲，都能转得过来啊。胡小林就是一个例子啊。刘素云也是一个例子啊。 你不相信，你不肯学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只要你肯相信，依教奉行，凡夫一生成佛。老法师说，不但理论上是可能，事实上也绝对可以帮得到。柳素云就是一个例子啊，胡小娘也是一个例子啊。啊，凡夫一生成佛。